大家好，这里是 PR 哥，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孟多杯海报上面的原班人马来一起做训练。其实一个人都不知道今天要干嘛。你有没有想要干嘛？这么好说，他昨天被骂上了两次。OK， 但是跟这些人好友不太好。这些只有肌肉的这些人，没有脑袋的这些人。我真的不知道到底玩什么，而且跟我比赛有关的吗？还是对，跟你比赛稍微有一点点关系、啊。但没关系，我们先来一一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是，第一个是 Frank， 耶、yeah, ，Frank， 小绿哥，耶、yeah, ，小绿，阿瑞，阿瑞 ，Jeffrey， 让我，耶，哇，耶，好，那简单来讲，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训练总量的对抗赛，会分成两队来做。我们今天有十个人，就有十回合制的训练量来做对抗。然后跟你会是今天的队长啊，我们啊两队 ，OK。然后我们等一下呢，会用猜拳方式来选队员，必须要做一个比较全程，然后不能够有代偿的方式才能够算。不能用代偿的动作，不能代偿。我代偿是我的专业，我的学关系。不行，不能用。对，不能用。好，然后我们组数限制就是一组，然后重量跟次数你可以自己选择。OK， 最后来看谁的训练总量会比较多。哎、欸，所以这个东西是也是肌耐力跟爆发力都两个都重要。对，也需要靠一点脑力，你需要想一些战术，说、欸、应该要派谁上去做，然后拿多少重量做几下。靠脑力，那我不能就是热火。你在，这个怎么没事。那只要没问题的话，我们先来选队员。好的。Okay, if you're using 100 kg to 10, but you have to use your IQ to think. Okay, 100 plus 10, is, what is the repetition? So you can use the light one to go more repetitions? No? Okay, it's easy. Okay. Just do it. All right. Fuck it. 欸，先说一下女生的训练量会在成二，所以女生也可以选。Okay. 到四到不，我不，我不。Frank Camera， yeah， yes， yeah， Frank， yeah， yes。我选了 Lisa。Oh yeah， 哦吼吼。乘二哎。哎呦。乘二。点到四到不。Shit， Jeffrey。哦。猛兽对抗。小绿。Hacky， 等一下，成对吗？成了哎。阿瑞，他们剩下就是没有带脑袋的两个。然后剩下那两个都是他们动作做的很慢很标准。对，离心太多。对，我离心太多，这个会输。到石头，噗，热火。说他笨。OK， 那我们先进行战术讨论。OK， 好，那我们就分开讨论吧。OK， 输了干嘛？啊，输了要把所有钢片收回去。好累啊！好累啊！收钢片。OK， 好。OK， 好。所以每个人选一项吗？还是什么？每个人选两项，先两项。对，我们分配，然后我们选两项。腿是你啊，腿当然是你啊。推完阿克的深蹲给我。我的 shoulder press。哎 ，Danny，yeah，you can do heavy，go more it，yeah，Frank。我不能，就不能一样的部位啊，因为那个就是那个对对对对对，哦，对不对？你看这些人。你看他们现在在吃到齁，我就说嘛，他们没有带脑。那你就低点管啦，动作你就低点。那我已经他腿都两的话就那个，对啊，那个踢吧 roll， 耶，要吗？对，好啊，这两个。还有什么？我觉得我做这个好认真，大家太认真了。那你指令完就这个了。好了，我们分配好了。OK。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想一下他们弱的人会做什么。然后我们派强的去做，拿基本分，基本分拿到。梦都是做的，梦都是做的。他们杠铃类的就会想要派强的，他们机械类就会想要派弱的，所以我们杠铃类就派弱的，然后把比较有把握的放到机械类，放到机械类，所以我们直接放弃深蹲跟卧推。肯定不放好。不能放掉，比如说胸就不能推一下，然后啪就这样掉下来，掉下来就没了。动作标准，动作标准要稳定，要离心，不用离心，要离心。你他妈，
看白我了还说你心，拜托不要。下来的时候你要 hold 着啊。我会提醒你，不就是我不要你吗？白痴啊！我是地垫量之王哎。不是之王。OK OK OK， 那我们第一个项目比的是杠铃深蹲。Yep， 我们派出的是 Peggy。我们是 Friends。哇。Come on baby。差远多，哎，真的，好 ，OK， 来来来，加油加油，你要直接空杠 ，What you do the bar, just the bar， 好，两百下，1 2 3 4，怎么感觉快不行了？加油，笑啦笑，7 8，看如果20到200。摆下好了，对吧？好吗？20、20、20、20，对呀，刚刚是见到了，试一下。哎，底下有没有在算？27、28，没有啊。四千加它是4000嘛？那 front 的话，100公斤是40下。140也硬呢。这个我大概10下。我也是啊，是。这些硬呢，就是累了。你说 Danny 晚上吃什么？那 Jeff 你对你好吗？再给我怀疑，休息一下，8、5、9，哎呦，不能，好来啦，60，60，70，好来啦，可以了，加油，加油 ，Peggy， 加油，好来啦，哎，不用让 Frank 难堪的，加油，好来啦。100，回家。100，耶 ！Frank， 我满格。爱你。波涛真破了，波涛真破了，大哥。Peggy刚刚是20公斤，做了110下，所以是2200。然后因为女生再乘以二，所以是4400。Frank 要100公斤的话，就是要蹲44下以上。正常来说是打得到的。正常来说，100公斤大概做个12下就可以了。好，但是 Frank 所以不知道，了解。左右加10，这样是要40吗？对，加那个总共40。对，40。所以他只要做111下就可以了。Yeah。The weight is 10. 110 reputation. Yes. Then you win. You win. Yes. You can do it. So 10. Or you want to do hardcore? 20, go for 110. Yeah. Win, win, win. Yeah. Okay, so just 10. Yes. And 110. Yes. Go for 120. Yeah. 以为我没有用脑吗？最有脑的就是我。OK， 准备喽。111下。1 2 3 4 5，哎，是不是要低一点啊？可以吗？可以。Are you tired? What do you think? Right. 3 5 6 7，他很轻松，我很放心，现在。6 6。第一个项目是梦多队椅。OK， 第二个项目我们进入到的是杠铃卧推，是我。好，我们派出的是 Alisa。哈尼，那我用 Frank 的方式哦。好，那这次的话是由梦多队先推。好的 ，OK， 来喽。好，哎，等一下你们，我预计大概20下。1 2 3 4可以吧？可以吧？一、
梦多杯有没有观众就看你这一推了，至少推到四十下哦，没有六十下观众就不想来了哦。二十，算了，二六，二七，你可以休息了，我心跳很强。二九，大家，四十，打，哎，这不算了，这不算了，不算了，不算了，四三，四，等一下，四五，四六，四七，对呀。八八两个啊，四九，四九，四九，太久了，不行不行。哎我，等下我要多少啊？好可怕！刚做了几下？七十五十，五十五十，十。哎呦，这样子吼，哎，我们这样子太简单了，太简单了。加油加油！那现在你最近吃那么多，起家界力量。一、二、三、四、五。对快一半了，加油！是不是没力了？有维塔有机会吗？好简单哦，那完全不会累啊！加油！加油！你不要讲，OK？ 不要讲 ，Mary， you say peace， OK？ Yeah， 五十，五十，等一下，红熊，熊，熊，红大熊。六九六九，齐少林六九，可以六九啊，可以，六九，太强了吧，可以的。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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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耶，奶的厚度不一样。就这样，为什么我们派他出来？对，对，可恶，缩短行程，对，缩短行程。好，第三个。哑铃肩推 ，OK， 来我，好 ，Yeah， 我们派出的是 Peggy， 哇，好美，来自你知道吗？有实力，好，豪哥训练法，哎呦，好标准哦 ，Three， 哇，这个肩推要一百斤，哎，很累，是否不会累？会酸，刚刚那个真的很累，对，我后面突然累 ，Sixteen， 不能暖身啊。哎，不然热不能暖身。确定？哦，你不会累哦。不会累，不会累，可以，可以，可以。加油！哦，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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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啊！加油 ，Chris。说快一点就不会酸了。哎，高一点啦！哎，这个哪算啦？好，八十二，八十二，可以了，可以了。十公斤，就到八十三下，对 ，OK， 可以了 ，Yeah，Let's go， 游戏大师，游戏大师，认真哦，大家都很认真，要备赛喽 ，One， 一 ，Two， 3要做几下？要关起来呀，要关起来 ，Seven， 哑铃要碰到哑铃，快点 ，One，Two，Three，Four，Five，Six， 赢了，赢了，赢了。学聪明的，哎，我高中数学只有一级分，哎，我们这一关是阿瑞获胜，耶！我们是2-1，等一下下一个是硬举，硬举，我们派出的是 Alisa， 我们的是 Frank， 那这一轮由到 Frank 先 ，OK，OK。Yeah, go Frank, come on, easy, easy, easy. 1-2-3-4。5-1-2-1-2-3-3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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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眼皮好重，还要睡觉。加油！我靠，这个机会！加油！加油！好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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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加油！74，75，真假的？哇！OK， 我们这个项目是我们的 Alisa 获胜，太强了，真的很棒，棒棒，看得很感动。那我们下一个是哈克顿 ，OK， 我派出的是 Jeffrey， 好 ，Jeffrey 哦，我们派出的是射骨丸，我有 ，Yeah， 真的好紧张哦，好紧张哦。欸，不是啊，不是啊，但是我觉得哈 ，Jeffrey 哈，因为那个力量很大，嗯，但是他的肌耐力，对，不一定会好，因为那个像现在体重就是有点重 ，BMI 有点高啊。大家记得 Pita 哥哥的节目大概15分钟哦，我们现在这个节目是变成两个小时了。200，200，加油 ！One， 可以，2，3，4。这一站由我们的训练量之王热狗耶，上一个很强哎，站着腿都酸了。欸，真的哈，欸，他发量变多就不一样哦，跟以前不一样。那个表情就是我变帅，变帅，对，韩国来的，真的厉害，不一样。我们下一个是地雷广划算，你们拍出的是我自己，他，那就是我自己，我有队长的对决，来，两个最烂的对决，对对对。好，那我们每次都差不多。好，开始。等一下，因为我这个是没有做过。等一下，等一下，这个不算吗？是，没有，没有，没有。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干，等一下，等一下。二，来，四 ，three，four。大家拿到自己的奖品。有，很舒服。哦，我跟你说，这个很好适合你。哦，刚那个算了，不能算三箱了。等一下，哇，我shit！队长，你要加油！两个都输掉，队长，我们都靠你了，队长。哇！杰森，哎，这个斜方，这个斜方，紧
我的切换，我的切换炸掉。第一次做成这样吗？超累。刚是才说这只是一个节目，大不用那么平时。真的很累。你打开了新大陆，让我们知道练地雷管可以练血。对，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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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哇！直接开嘲讽，开嘲讽，好嚣张哦！五十，输了，我无话可说了，真的输了，你好强哦！可以吧？下半身有一些律动的感觉。哎，我真的，你说对没错，对不对？对，啊，难怪我很有蓄力啊，所以是那么强，哪有？哎、欸，真的好累哦，真的很累，所以这一次是必打获胜。现在是3-3吗？3-3，对。3-3 ，OK。很刺激。好，我們下一个项目是什么？上学兄对我又是强强对决啊，Jeffrey 又来啊，我们热火王。完蛋了。是我们是只是玩游戏吗？为什么大家那么认真啊？对了，因为是我们的比赛，谢谢大家，谢谢。6月12号，台大见。OK。因为我们现在怕节目太长，所以现在让这两位同时开始做这个上学兄弟。开始喽！哎，先开始了。16。20 30 38 39 40 50 55 56 57 58 59 60 70 80 90 平手，平手。OK， 那我们接下来这个项目是背过桥。OK， 我们是 Array。阿瑞先开始，来，加油加油，来喽，加油，来了。一、二、三、四、五、六，不要破坏一下。九、三十、九、五十。三，四，我他在撑，你在撑。再一个，60，哎呦，很累，看下去了，到我手上算了。好嘞，然后来啊，100下，来，下好，快了，一，二，三，四，30。一，好看也蛮累的。3 4 8 9 50 12 3 4 5 6 9哎呦，80哎呦，2 3哇，我靠，这个项目是由我们这边的 John 获胜，厉害，真的很强，真的很强，很强。好，我们下个项目是直立划船，这边派出的是我本人，我们都是小绿，我有，谁呀 ？OK， 有人晕倒了，好，至少他赢输了。但因为刚刚小绿哥他肩膀受伤，所以他做直立划船不舒服，我们改成站立肩推。哦，这个也蛮累的，也很累，这个更累，好不好？我们用一样的重量，所以也是比次数。所以30 30，你们都30。OK， 好，准备备哦，你们一起准备备，开始。哇，
啊，哇，七五七六七七七八 ，Let's go， 哇，八一八二，这已经不知道是在练什么了，但是厉害。快九十，快九十，上路了，耶！最后一个是，最后一个是什么？又是我，我对他假装。我来个非常不刺激的动作。哇，你这车玩马上就超级组啊！哎，我们现在真的是平手。哎，是真的是没有塞好的，没有做效果，真的没有做效果。哎，真的很精彩。我现在很紧张。虽然我的一个队友已经睡着了。他尽力了，他尽力了，真的尽力了。那我们接下来是夹胸的部分。OK， 我们是这个是最后一个动作吗？最后一个。OK， 来，拍出的是 jump。我们是超绿。OK， OK， 来吧。哎，你动作很标准。去年最后一场比赛是哪一场啊？去年。哦 ，IFBB。哎，那个中冠军嘛，亮起。八，可恶！二九，可恶！三十，可恶！你还是一百之王嘛，肌耐力之王。所以你做爱的时候也是可以做到两个小时，差不多，差不多嘞，闭眼睛讲的，听到了没？你可以做爱两个小时，我会看你的影片，上别哦，包括前期哦。包括前期连半个小时，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他的侧面就已经睡着了，再换一下。他用脑过度，他从来没算过那么多数学。200。哇，可以了，你都想进多了，哎，太多了。20。21。太感动了，太强了，真的很厉害，太强，这很强哎，可以的，这不是你做，我做，等一下，等一下，你才可以，可以，哎，超轻的，真的吗？超重，好，陈医生，哇，你可以了，来，来，一，这重量我平时在做25下，对，我也是25，5，2，哦，简单呐。先说干的，三八，再干你，70，怎么有人刷3？4，加油！因为刚喊太大声了。6，快不行了，快不行了，90，再试下来，不行了，哎，要上上，2，哎，要夹起来，夹起来，3，相信，5，哎，留到孟婆飞再比就好了，7，再尝下。没了，这没了。OK， 没了。没关系。哎，差一点呗。差一点，已经很厉害了。哎，做到100下哎，真的很厉害，很壮好吧？哎，你站起来。差五下，超精彩的，差5下。没有，另外一个紧张是到底排到什么时候？没有，我刚紧张就有看一下这边要说的东西蛮多啊。对，真的，那是我们吗？对 ，shit。好，那今天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超精彩的，真的，我看了真的很感动。就是我们赢了，你刚睡着了，你都快睡着了，因为你没有帮他们算，对。没有他，你刚才睡觉，他说糟糕，我们这边的机智王睡着，从来没有算过那么多的宕机了。重点是非常的精彩，我相信梦想杯一定更精彩。再留约12号再抬的哦，虽然呢已经就是一半的票卖完了，但是还有一点点是那个什么摇滚区用一点点，赶快来抢票好不好？我相信这个应该是今年到目前为止也是非常精彩。是的，我发了600万，谢谢。假如有想要来看大家的比赛，看那么多厉害的选手，我们把资讯放在这边，大家一定要点进去，然后我们就在梦想杯见。谢谢大家，6月3号见。好，谢谢。我们要出发了。OK， 那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就下次再见，谢谢大家，大家拜拜，拜拜。